乡亲们，乡亲们，这啊，咱今天第一批的这个帮扶的加深加措已经到了，咱一会儿就按这个名单，喊到谁家，谁家就排队，然后去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咱都开始了啊！来来来，赵大舅，哎，来了，就在位。谢谢啊，赵二良，二良，二良过来拿柱子，哎，来嘞。你多金属啊。 刘子，哎，得嘞，刘子，你先给。叔，婶儿，你们来啦！娜娜，啊，我给你们看看哈，你看，小鸭、小鸡，那边还有那个羊和猪呢。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好几份呢，好几份。这养大了都能换钱呢。咱俩。 你属神气不好，你三天两头的要跑医院，我怕我照顾不过来。你咋？顾不上有我们工作队呢。哎，这个猪没得很嘛啊！能不能个猪？哎，我看见我猪还没得很嘛，我过年我卖多少钱呢？哎。 你咋是鸭子？我猪你咋不领呢？我成本太高了，咱这养个鸭子是小了，啊，你们领。啊，那下回了啊。啊啊啊！我说你那是看啥呢嘛？你去看家好像给你发一下呢。伢我是看一下，人家都领啥呢？伢我是给贫困户发的，你是贫困户吗？你看这猪，你看这猪，笑的欢实的，哎呀。 你在这看吧，我回啊，你回不？呀，事儿来了。啊。 在这第一批的家庭家畜都到了，我每天看开会，你也没说话，也没报名，这会儿又想法了。哎，你春天是病着呢，我得照顾他呢。还有你溜着妹子在县里上学呢，我娃儿回来，我还得管他呢。那，我怕我顾不过来了。你在这，我先给你们做饭呢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日子好着呢，先不要了，不要了。 没事，你也不着急啊，再想一想，这娃是第一批，这娃俩还有第二批、第三批，这远远不办都来了啊！你到时候你要是想好了，你随时跟俺部队说，好吧？啊，走，看好啊，啊！别着急。嗯。哎，这一晃，你这大学都毕业了，毕业了几年了？这是。两年多了。哦，毕业两年了。嗯。哎呀。 我原来这市里面的老同事，老提起你，哎呀，说这雅琪这娃不错，啊，工作非常的认真，积极的要求上进。我看着你就想起你爸年轻的时候，你爸也这样，工作认真不含糊。我看你呀，身上有他那个劲头。我还差着远着呢，我要向我叔、我爸努力学习。哎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我们也是从年轻这样一步一步学过来的。 嗯，你看现在党和国家对下派驻村第一书记力度多大，非常的重视啊！哎呀，你是哪个村子？嗯，还不知道呢。哦，这回头会有安排的。这村里面和市里面啊，工作可不一样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。叔，你忘了我是村里走出来的。你是村里走出来的娃嘛？就是。对，咋样？你跟你爸、你娘说了没有？你这马上就要去村里了。 我妈一直希望我留在城里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咋和他们说呢，等培训完了再说吧。但是你干这事啊，雅琪，嗯，非常有价值，是有历史意义，是有长远意义的。嗯，
这对你未来的工作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，你要坚信这一点。好。所以你娘那边呢，需要你慢慢的做工作，让她了解你在干啥。嗯。好吧，我现在去市里开个会，啊。好。哎，你有我的联系方式吗？有，有着呢。有事就给我打电话，好吧？叔祝你成功啊！好。 回家了，哎呀，小秃秃！哎，哦，还有点趴您的觉得。哎呦呦，你回来了，回家了。你看看这，这么多窝，这么多房房，都是给你们的啊，是包和好，多生娃。嘿，哎嘞嘿，哟。 快把这小鸡儿引进来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好。哎呀，乖乖的，一只，哎呀，两只，靠号账，哎呀，鸡生蛋，蛋生鸡，鸡再生蛋，嘿嘿。 干这事情，哼，你咋上的婆娘啥都没见过呀？哎呀，回家了。我跟你说，当时这养兔子是你决定的，我可没同意。现在兔子回来了，你养你的，我不管，跟我一分钱关系没有。咋？我养兔子咋了？你这是国家的扶贫项目。 就凭靠户才能养的，你以为谁都能养？贫困户咋了？要是我不是这窑商，给你能凭啥贫困户吗？哎呦，你我要，人家不知道啥情况，我还不知道呢。咋？我给村委会赖都赖上了。哎呀，我要知道你不干活，我都不养这兔子。你那这，你那样不要，求毛病多，你还一走。不动啊，兔子，我不动。 我看一个，看个不准看。今天又辛苦您了，哎，辛苦啥？你工作嘛。哎，支岗，支岗，支岗，满仓数，满头数。哎，你俩在这晃悠啥？新支岗，啊，你俩能有啥事吗？ 那你没啥事，你就先回吧。行了行了，把咱这演节目了，有啥事赶紧说，快快快！哎，一块商量。这个，我看是发那个啥鸡、鸭，那个羊啥的，我想领一个。呀，就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！你俩还主要干正事呢。 扶贫嘛，脱贫嘛，要脱贫嘛，不能拖了，脱贫的后腿嘛。对对对，叔，你们愿意说这个话，我太开心了。你们如果真的要养，我现在就回去给你们写申请表去。好，哎，好好好，像脱贫是好事情啊，把我汗毛病都盖一盖，就包喝了，也包大排了啊。哎，这不是盖着呢吗？盖盖。我把这事回去跟村主任和支书一说，他俩肯定也高兴的很。咱既然决定要做，就做出个成绩来。对对对对。 这回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按书上说的来的，群众用了好几包。那你说上回两个木头胀了模，这回呢一个都没有，你说是咋回事？说是嘛，我也纳闷呢。但是我们有些地方还是不对。 这组，这组庞鹏不对，我们应该搬到山上去。这样，我们搬到山上去，再建一个棚棚，再停停停停停，我们就行了。你说庞鹏不对，你知道这庞鹏花了我多少钱吗？你知道这个群众花我多少钱吗？你从头到尾，你没掏一分钱。哎呦，你掏，就这本书，就这本书，你知道你花多少钱？6毛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就花6毛钱。 你包一天天挣钱，钱钱钱，前期不是说好了，你投的多，那我大伙病，我没有钱嘛。那后期量产了分红了，分你多点儿。上次咱是不是说的？分红，你老说分红，量产，产呀！现在哪能产？你跟我说，现在这咋产？
你不得有耐心吗？那一茬一茬在那种吗？啊，你不实验你哪知道？我还没耐心呢，来多少遍了？你知道这个群众这个浪费我多少钱了？地方不对吗？地方不对吗？有什么地方不对？把它删了，我跟你说，再盖一个就行了，不行？我跟你说，刘明，你打呢是躺床上站不起来，你呢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跟你说，你说死就说死，不要替我打。行，我不说了，我也不跟你吵了，我不干了。你不是喜欢种吗？种，我让你种种种。你算呀，算个脸上。不干了，你不干，我也不干了。谁干谁干，不种了，种不了了。啊，好了，啊，呀，太好了，这是彻底好了哈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啊，谢谢啊，张技术员，辛苦啊，哎，哎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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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哈哈哈。哎，子叔，干啥去？准备会。哎，一会儿听喇叭啊。好啊，王嫂，有啥喜事啊？真高兴的。听喇叭，听喇叭。好，上去。你那个听喇叭。哎，听喇叭。对，啊，听喇叭。疯啊！我有一下广播啊。人呢？啊？喂，我是赵守和啊。我现在要给大家说个事情。我刚接到这个农科所的电话，人家跟咱说，咱六甲坪的地终于恢复了，咱们又可以种庄稼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哥。咱能种地了呀？对呀、啊，你瞧，是我叔叔能种地了，哎，地都恢复了，能种庄稼了，对吗？这是好事。这一下咱地好，咱的心劲儿又可以聚回来了。这就叫心往一块想。大妈，你听这大喇叭喊啥呢？嗯，可是飞出来，啥时候飞？这事咱就算过去了，啊、哦，我以后肯定不会再提你把地弄坏的事了。哎哎哎哎，大妈大妈，你听，听，大老板喊你呢，喊啥？得让你开会去呢。嗯。我给大家放个歌，大家高兴一下。你们放歌呢吗？这不是？哎呀。那衣服看不好都困下啊！我刚明明听见喊大满嘛，听错了。深深的凝视你，平静而斑驳的美。从宽阔的肩膀上望去，是给予我们双脚支撑的这片大地。像鸟儿一样栖息在你最深情的怀。啥你们？咋的？走走，哥走。去那儿吗？还能去哪儿？碰碰吗？不去。你们是都不干，那看书。看啥书？我看。
干你啥事？爱生于你呆呆的土地。你哪儿来的嘛？刘谦，你把话说清楚嘛！刘谦。